開心我可以在越南的電影展拿到最佳女主角。咁《分手說愛你》呢套戲係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，咁所以咧就因為拿咗呢一個影后咧，就咧我哋開始 plan 啦。今日我就請咗12345678910112個朋友嚟同我慶祝。你睇，我冇朋友噶，就係得呢十二隻朋友。咁十二隻朋友咧，一陣間咧就會同我有親密嘅接觸，就全部入曬去啦，咁就 make friends 啦。好啦，我哋慶祝啦！但係你睇我後邊其實冇人，我哋 pair 下啲朋友先。我的朋友是有声无影。好了，来吃了，冻晒了。你说什么的？